来接他下班。美丽，美丽，这边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正好在附近有点事儿，就是你想，你不是下班，我就过来看一下。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好朋友小黑皮。你好。他就追你了呢。小赌神，你是怎么来的呀？我坐地铁过来的。我好像记得你前男友是开大奔的吧？没有，我就想说他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你们是有什么安排吗？还是啊？对呀，我们定好了，我们晚上一起去酒吧的。哦，一起呗。好啊，那不太方便吧？他跟我们的朋友也不认识，他去了会不会很尴尬？嗯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你不去的话，这个局就得散。可是秦牧他。没关系，美丽，就是我也没跟你说我提前会过来，你们去玩呗，不用管我，没事。走了走了，车都要到了。你去吧去吧去吧。孩子，我总一个人走，朝朝暮暮。喂。在哪呢？哦，我外面吃东西呢。对呀。就是有点饿了，本来是想请你吃饭的，但是你们有事儿，然后我就自己吃了。那你也可得训练好了，也可得冷自己。这肯定的呀，我点了一堆肉呢，肯定吃好。是吗？啊，对呀。啊？你不是跟朋友去酒吧了吗？那他们不会怪你啊？还是什么？点了一堆的肉。哦，我一个人随便吃点就行了。现在是两个人了。是吗？